大家，我们是4/3半，我们今天要表演的歌曲是好乐团的，他们说我是没有年纪的，对，然后这是我刚学贝斯没多久，就是大概继昨天之后第一次弹贝斯在舞台上面，对，所以我有点紧张，所以如果弹错的话，大家变小力一点。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今天的表演，然后这个背带，好 ，OK OK， 好。这是的导演。你们说的也有道理，我们只是玩笑真心，放弃去爱并不公平，我们都够有想象力，你们说的。